麒麟血是从何处得的？你成公主可真是天真又心善，想要取她的血比我想象中的容易多了。您最近何止是流了一些鼻血，一个月前何英那小奴才不小心划伤了您的手，您又流了不少血。宝珠就是麒麟血，宝珠公主，我已经找到麒麟血，公主又如何？就因为她的命金贵，先帝居然让阿锦替她去喝气，这本就是她该活的家。一直以来，我是不是很多事情都做错了？